被捏碎干吃的脆面，倒入胡椒等调味料摇一摇。从小吃到大的科学面，同样内容物，两种包装。老爷爷对上了太空人，网友流传印有老爷爷版的科学面特别好吃，是真的吗？消费者热烈讨论的，像这样子捏碎的素食面，有不同包装，吃起来不同的味道，真的是如此吗？我们赶快来实测一下。右边的，对，你右边这个，科学包装的，科学包装的，对，右边的比较好吃，右边的，真的吗？看起来比较细，然后比较脆一点。实际街访结果，太空人包装的反而受到青睐。台湾人喜欢吃可以当零食又可以当泡面的素食面，市面上品牌真不少。跟科学面人气不相上下的王子面，面条比较粗；统一脆面则是面色比较深。张俊远小妹妹在调味料上有不同口味，还有模范生点心面各有各的人气市场。如果是买卤味的那种，就是。会王子面了。素食面不止干吃最对味的，还有搭配卤味跟鸡排一起茶。新吃法倒入小熊饼干摇一摇，口味吃起来则像是雷神巧克力。延伸出来的素食面创意吃法，也难怪一年赚近120亿大商机。记者林东明，周一的台北报道。